平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今半日爱长里那牧师爱跟着台阶家来跟着复活节快乐。今半日亲爱的家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个给主耶稣没死的主耶稣，但是这个耶稣是复活的主，给自家当年也复活起来，哈，感谢主，自家来。你同心还望堂的给把这个同心来祷告，哈，这祷告，这天父上帝感谢你，我都今半夜安欢喜，因为我都相信的耶稣，我都人敬拜耶稣，系有真有法的，感谢主耶稣，本弟兄姊妹个，一个半夜有同心能够来思想，能够发出一感恩的心，因为这个主耶稣系复活的主。主耶稣爱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同你度过沟通，讲我多日子，我都唔会惊了，我都要感恩的心，因为我都常常复活，就未常地主耶稣，同我同同齐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半日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我感觉到这个耶稣安好，佢复活的上帝，佢系。就真有法的上帝哈，同姊妹甲爱金半日很久，自家很本本，有身体健康，有喜乐的心，有感恩的心，因为自家也得到了个福法，自家唔会乞钱乞钱，自家唔会忍辱，自家爱福法爱好起来，因为上帝甲在在同在，啊，这个题目出来讲到，就也修福法，自家爱来感恩。主耶稣的复活带来自家要感恩，因为上帝主耶稣常常感谢多人同齐，你唔是离开自家多人咯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自家来看了嘅上帝嘅话出罗马书，罗马书六章第八节讲，罗马书六章第八节讲啊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先必与他同活。同时的同法，这个弟兄姊妹们，从这里拜这家学习主耶稣牺牲，牺牲时间，一时不要切家，自家也会同意，时不要自家切计罪恶，好人欲自家已经消灭，死掉了，准备自家今日复法，以主耶稣同法，一同复法起来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很爱自家。因为他年纪实在十几家第三年近半年他已经复活了，他说你当年不会莫惊，我是复活的上帝，我会跟你同齐，他本家的门徒天天看亲眼看到，还有他家的门徒做下行，他家的门徒做下舌，他家的门徒做下擘开，他的拥有的身体佢哋叫阿本多玛群嗬，一个门徒当多玛表现上帝，表现耶稣见到主耶稣冇复活嘅，主耶稣已经死嘅。耶稣讲多玛多玛，你嘅信心吹阿妹，你系要证明爱复活，你真有相信？你看下佢笑，用啲笑啊，已经登了去十字架。嗰两日佢阿人听啊，佢呢个罗马兵嚟跌断脚啊！我给血出到超厉害，我本你看，我给拥有的身体，多妈不要讲马鸡，你跪下给叫，你讲主耶稣啊，怜悯啊，赦免啊，多妈多妈，你看到，你真相信，你当然冇看，冇看到我复活，但系你当然有信心，你当然就系有福音，弟兄姊妹。今半日弟兄姊妹甲爱系最有福嘅人，因为自家相信自家嘅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主耶稣也本自家当然也得到复活，一同时也一同发上帝嘅话，好，自家系感谢主耶稣，主耶稣复活了啊，你含自家当然唔惊，咁嘅门徒唔惊，真未危上上。是要真要发的上帝，你不是人中，跟你同齐。
一老婆唔要，你唔想点做介意做派，一丈夫也唔要，一媳妇啊状态了，你读书毕业了，佮伊先，佮伊结婚，佮伊先呢，一唔要家己家多人双双做下，亲爱的朋友也唔要讲陪你，你唔想点做介意做下，各人有点计谋，各人为着为伊。但是有些人当然痛才是来生啊。主耶稣，你二十点钟跟弟兄姊妹跟你痛才，你不是离开你，你来自己有困难，自己生意，主耶稣，你马上来到自己中间，你马上来探查到你的祷告，你马上来寻求弟兄姊妹跟你爱慕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啊，讲到复活，弟兄姊妹，就耶稣也爱自家跟随嘅人，吓、啊、相信嘅人，爱要复活。我见系自家嘅烦愁烦恼，自家我见系嘅叫嘅叫，切到摸头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自家爱快乐爱开心，想到就耶稣自家出嘅也开心，吓、啊、想到世界好呐。好想到这丈夫对自己不忘，想到自己太太老婆对自己不忘，想到自己家娘对自己不忘，想到自己媳妇啊，也我说过的对自己也不忘，但是自己不忘，自己要祷告，自己要讲主耶稣听，主耶稣要改变，要改变人心，不可能的变有可能。这个要主要说要改变这个的痛苦，可能这个没烫到按旧那个平啊，那个不离中平，那个按痛，那个按好，那个吃到不要嘛，那个按摩头，主要说掉地，主要说是复发的上帝，他马上来到那个面前，他爱听姊妹，中不中？彼得前书用前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讲啊，佢也爱推翻你，就出一个事梦，佢爱推翻你系犯罪嘅人，佢本自家当然得到复活，自家唔为同事，唔为事系嘅人了，自家系复活嘅人了，爱好起来了，冇嘅喝斜了，冇嘅啲痛苦了，冇嘅啲点点灰心失望。爱想到要主耶稣，谢意起来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别难过，这个谢意主耶稣啊，就是马上来，你是复活的上帝，你是复活的主耶稣，你讲的你十点钟的跟你同在，这个就带来快乐、开心、感恩，好，感谢主耶稣。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主耶稣爱本爱也得到复活，那爱欢喜来，啊，无上帝家人未朋友，以前未主耶稣无复活的，你过一个日子，一切都按摩头，一切都按痛苦，身了老，哎，变到病了，这个病没讲好病，普通的病。你嘅病撇撇带来暗痛苦一种，带来佢切到冇希望一种，带来佢切到冇奈何一种。但系弟兄姊妹，记得，自家有主耶稣，佢系复活嘅主耶稣。昨日未讲到啊，自家未死一种，自家有冇惊？自家有主耶稣和自家家门，自家嘅保障。自己的保障炸门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本自己当然也得到复活，但是自己知道主耶稣是复活，自己不无见是他要受要错，自己无见是他救了，因为主耶稣说啊，我已经爱跟你做下复活，主耶稣是上帝，他全能的主，你爱挑战咪夹嗌，见人字台湾节假哦，就一个圣诞节嚟吓，只识见魔犯罪啊，节假犯罪，见
年纪太不济，但是一提三年啊，我只个多年带来一个快乐反复赞美上帝主耶稣，已复发了，这近半年只个祈求复发节快乐，复发节快乐的意思，俺平庸姊妹讲来，一同跟主耶稣做下复发，主耶稣唔系只个多年。得到了个事嘛，就说一般自家当然复发，复发出阿边呐，复发出一个生命，复发出一个心，复发出一个痛苦，复发出一个想法，莫断想了之咪，哈！自家马上只只来到主阿叔面前，为按痛苦，为按叫，为按痛啊！得到电脑了个平，也就你呐。这个会有你啦，又会见到一个时髦，认真出名样咯，先落平时，未将我点住，就做含一个门徒，又含见半日点住咪唔惊，因为我系复发嘅主，我系半日都认得到复发，我吹阿妹，点住咪门也吹阿妹，就耶稣讲，我吹阿妹。弟兄姊妹们也吹阿妹，哈利路亚！自家庆祝复活节快乐，自家也复活起来，证明自家嘅上帝主耶稣爱弟兄姊妹格外系复活嘅主耶稣，复活嘅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，阿门！我自家开一首来接受上帝主耶稣祝福，愿上帝嘅慈爱。愿主耶稣的恩惠，愿心灵的感动与交通，从此弟兄姊妹们同齐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